来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爷。今天这个 video 的目的就是在做 recruitment 的。相信大家看到我穿到这样，大概都猜到我是做什么行业了，不是做直销，不是做保险，就是做 property agent。没有错，我就在跟你们很讨厌的 property agent。我就是那一种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定时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晒车、晒包、晒手表那种卡佬。什么？你怀那个不是我的车啊？当然借回来了啦，买托咩？不用供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在这个时代，你越炫富，你越能吸，你就越多 fancy。哼，我以前啊，很办那一吹的，吹到啊够力哦。那我称自己个称号，为他捐的亲戚，没良捐，没有良心的 agent。怎样讲没有良心呢？想当年我为了赚钱是很不择手段的，看见老太婆过马路，你会扶她过马路没有 ？Appointment 呢？赶时间，嘿嘿嘿嘿。就 standard 咯，收到 commission 之前，当你像皇帝这样照顾，你要什么东西都服务到位，服务好到好像海底捞这样，只差没有帮你抹眼镜吧哦。拿了 commission 之后呢，就看这视频，朋友有学到东西吗？还有一次就骗告我 client 讲这个是 freehold 的，然后结果好时不时在 site S&P 的时候给他看到 leasehold 99，然后那时候我会讲给他讲呢。阿翔啊，对你来讲是 free 以后不是可以了咯 ？It's a plan 啊，然后怎样啊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哦。啊，还有一个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凯恩很难约出来，对吗？我们打广告的时候要用一点技巧了。明明我们的 project 是在加兰不中了，你知道我打什么吗？我打在 Oakland Road Mid Valley 隔壁，5分钟到。然后结果怎样？一大堆 lead 进来啊，我看到了，我都湿了啊。眼眶啊 ，customer 不会生气咩？他到 showroom 的时候，慢慢洗掉他的脑，他会忘记打广告写什么鬼了啦。OK， 骗完 client 了，这时候就是要 plan agent。你就知道哦，做我们这行啊，你要变得越来越有钱，你要怎样做？你要找 downline。你要找 downline。Sorry。Business partner， 那由于市场上太多人请 agent 了啊，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夸张一点，不然人家不会追我们的。关着眼睛，轻轻松松月入过万，这一季一定不能缺少了。其次就是几天就出粮，不用等99。疫情泛滥，你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然后成功把他们骗进来了过后呢，所谓月入过万只不过是收booking，所谓的几天出粮只不过出个20%给你这，疫情不受影响，天高他的。那这时候呢，他感到心灰意冷了啊，想要离开，想办，还有一大堆 commission 还没有拿哦。这时候我就，可是到最后报应来了，就有一天驾车加了一班。大家突然崩溃，这时候我才深深的意识到了报应会来了。这时候我有一个想法，我要改变，我不可以这样没有良心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遇见了一个团队，我非常感恩这个团队，因为他把我从迷茫的道路带回去正途。我们的团队叫 Bricksman， 来音乐来一下。买砖致富的人就不会迷路，世上耍赌老师教你怎样做考。像我们的团队有什么这样特别呢？我们具备了优良的系统，优秀的团队精神，拥有宇宙无限般的可能性。团队的颜值高到一种地步，你想拉低都是一个 challenge。那单单这个吧啊，颜值巅峰啊，还有这个。每个都这样好看，基本上你要什么 support 的 material 都有。你想要学习什么 internet marketing video editing， 我们什么鬼都肯教你，只要你肯学。听到这里，你有没有一种很热热的感觉？那你不用担心，你没有发烧，你只是热血沸腾气了。除了团队优良品质保证之外，我们的公司也是西北优秀的。Five day full com 啊，喂，full啊，不是20%啊。full call 嘛，讲现实的咩？一直讲钱 ，Hello， 不跟你讲钱，跟你讲感情咩？要做个有良心的 agent， 这样子你才可以走更长远、更持久。更持久，不要做一个没良眷。加入我们的团队，我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，优秀的生活，优秀的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 爷，我们下集再见。买砖致富的人就不会迷路，世上耍赌老师教你怎样做 complex love。谢谢我的小 camera man。这一步登天乱了，投资的你会输到烂服务。老师说嘿。